第十四轮的张超雄议员，有环资会的委员咧就话，即系世界上咧都未曾试过用一个所谓固化的方法去处理咁大量的新的泥土嘅。同埋我亦都喺其他嘅地方得到资料咧，含砷量密度最高嗰度咧。咁啱咧，就係幾座公屋嘅坐落地點。我想政府解釋一下，即係點解會選擇喺含砷量濃度最高、超標最嚴重嘅地方喺嗰度起公屋？局長有冇依方面？多謝主席。其實照我所理解咧，濃度最高嗰個地點咧，就係喺我哋喺即係喺環邊一條路嘅路底嘅，並不是喺公屋嗰個地盤下邊。咁就至於話固化方法咧，其實呢一個喺即係世界各地咧都做咗好多年嘅，亦都係有即係一啲證據顯示呢個係有效嘅方法。多謝主席。嗯，清楚。可唔可以請佢答埋，即係點樣處理呢啲嘅砒霜混合物？你係咪最後問埋呢樣嘢？喺呢個題目度係嘅。O、okay、K。即係喺呢一個範疇。簡單啲答埋啊。主席。簡單答咧就係我哋喺原地咧就處理完，即係用個固化方法處理完個土地之後咧，就其實可以喺原地咧就用嚟作一般嘅填土咁用，係絕對冇問題嘅。多謝主席。